Open for You 2024新北闪耀教育季系列活动新北高中 Open Day 暨启动记者会今天在新北高中热烈展开。教育季活动自3月至5月不仅扩大办理新北各校 Open Day 系列活动，融入自主学习、地方创生、艺术美感、国际双语、资讯科技等议题，以论坛、社区走读活动及成果展出等形式展现国高中跨域创新丰说成果，为学生来帮学生每一个学生来每一个学校来做开箱的一个活动，让他知道我们新北的学校每个学校到底校内到底是在做什么，他能够学习的东西是什么，校内的特色是什么，这是我们一个想法。那第二个部分，其实上我们学校也很用心哈，他用那个一个谐音闪耀。双耀这一个，其实事实上我听起来有很像是响宴。事实上，各位如果假设你接下来每个礼拜有机会到各校去看的话，其实事实上学校会呈现非常非常多丰富的一些内容给各位。本次也进一步扩大办理新北各校 Open Day， 开放学生实际走访各高中职，由新北高中、三民高中、三重商工分别以自然探究与实作。SDGS 双语课程及公益巧手实作展现精彩亮点课程，新北各校 Open Day 将开放临近学生共同参与，让学生能实际参观学校环境，亲身体验各校特色课程，促进在地就学。我们在这边设计关卡，让孩子们去制作电池的阳极跟阴极。好，那我们的阳极使用二氧化钛，好，阴极使用石墨。使用石墨，好，那它有别于一般的太阳能电池，它是可以回收再利用，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使用的材料是比较无毒，对环境无污染的。因为可以自己做实验，就觉得很好玩。教育局表示，新北市不仅领先全国办理教育季活动，扩大规模呈现新北国高中跨领域的创新教育成果，以 Open for You 为主题，打破过往教育月形式，延伸自3月到5月扩大规模办理，延伸至各校社区办理，全国规模最大，参与对象更扩大，邀请北基宜花地区及社区团体共同参与，将激荡出各界跨域合作的创新火花。谢纯威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